个小时的兵，又搁上下下，谁是从狼上扎上，无情从人扎走呀，哎你要儿嘿。同志们，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，特派员刘继文同志马上就要到我们平山了，为我们组建革命队伍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毛主席说得好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这手里面啊，要是没有枪，一切都是虚谈的。这些时间大家伙砸锅卖铁的，好不容易才凑了这108块现大洋，但还是买不了几条枪啊。这能想的办法呀，都想。我的这5块，这还是借的债。俺的是侄子提前一直的交赎薪水。小书记，趁张大哥家太穷了，那房子一推都能倒，咱们就别强求他了。小书记，成这么念叨你了？他们念叨我呢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可不是落后的人啊。怎么样啊？解决了。陈章，你这哪儿弄来的？这是我媳妇当闺女的时候给人家织布纺棉花十几年攒下来的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可是我媳妇命根子，我们全家的保命钱。她虽然不懂啥叫革命，但有一点她清楚，要是想不永远穷下去，那就得去干事儿。是，哎，说得太好了，我代表组织谢谢大家了。同志们，既然这样，我即刻启程去保定，为大家买枪。票票票，卡票了，票拿出来看一下，别睡了。大家都把车票出去一下啊！别睡了，别睡了，票去哪儿？到哪儿？去哪儿啊？把头抬起来。哎呦！怎么了？日本药治心脏病的。你是日本人？给我药。走走走，甭提了。偷枪！声音轻点。想要多少只啊？30只。兄弟，你找我买枪，那算是找对人了。你请我喝酒，我也请请你。到了。哎呦，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？牡丹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，快进去！不是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不应该啊，这个。啊，你叫什么？谁呀？你这，不是干什么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兄弟，不是我不仗义，卖枪的事儿被发现了。共党分子，嘴巴还挺硬。听说你还有个女儿啊，在石家庄上学。要不，我把她弄到这儿。来人呐！别动我女儿。什么都说。说，黄长官，兄弟们折腾了一晚上，那个共党分子终于招了，他说了一个重要情报，明天早晨有条大鱼要靠岸。好。多派些人手，严密布控，一定要抓到他。
走。心脏病，我不清楚。他有心脏病，是，这是条大鱼，不能让他死，赶快叫救护车送医院。急救室要求无救，你们只能在外面等。这是个重要人物，一定要把他救活。准备手术，别动，啊！哎，大夫，病人怎么样了？命是保住了，千万不要打扰他，我去取些药。好，那你快过去吧。医生不让进去，然后在这里等着。医生呢？医生去取药去了。转！时间过得真快。一转眼，我都已经毕业了。瑞雪，以后就别走了，留在平山教书吧。教书？我记得你上学那会儿经常跟老师唱对台戏啊，怎么突然间支持我任教了？是那些老师玩物无欢，我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。现在老百姓连南瓜汤都喝不上，这些老师却在文字上吹毛求疵。愚昧，愚昧无知。你说的也对啊，就拿我们村来说吧，今年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，看来会有很多老乡又要跑到外面度荒年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听说日本鬼子就要打到华北地区来了，这不就是雪上加霜吗？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？雨雪，我告你小秘密吧。说。我叔就要从北平回来了。真的？嗯，我想好了，他回来我就跟着他干，我也要成为他那样的人。郑源，太好了。占卜算命，指点迷津，有缘者纷纷不娶，无缘者万金难求。
哎，是我呀，刘继文。老刘。啊。别动。啊。哎，别动。不是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收到向怀忠同志的消息，说你已经叛变了。向怀忠，他这是恶人先告状，他才是叛徒呢。你再胡说，我一枪毙了你。这样吧，向怀忠在什么地方？我要跟他当面对质。请问这是刘继文的家吗？是啊，我是他娘。闺女，你是？你们这是不断的换藏身地点，还好啊，你们的警觉性还是挺高的。这是黄玉轩长官亲自签发的命令，平山县县长也做了批示。姓洪的，他们的字你不会不认识吧？看仔细了啊！由于怀忠兄弟投诚，黄长官呢破格任命他为特派员，全权抓捕刘继文，他有权调动平山县的一切军警。二爷，这自然也包括您的平山县保安大队了。哼！各位，站得太久了啊。顾不上，我必须尽快与他们会面。洪队长，我得借你点东西。郑源，你确定这个季文叔在韩家台那儿吗？我听瑞雪说，他跟我叔在韩家台附近撞的面。顾某又去哪儿了吧？我叔回家连我奶都没看，可见这事儿的紧急。当然，也意味这事儿凶险。谁？什么人？你呢？郑云，郑云，建立，哎，郑云，你没事吧？小云，坐下。不是，你坐下。不是，你们把我侄子都抓来了，你们是真够狠的。原本我们抓到你之后就应该就地正法。老刘，就是因为你和你侄子在洪州镇为蒸汽少女讨取公道，可见你良心未泯。今天你要是老实交代的话，兴许还能饶你不死。我早就料到了，你们呢，被向怀忠这个叛徒蒙蔽了。我今天之所以只身犯险，就是要当面揭穿向怀忠是叛徒。呼罗那边有接连不断的砍柴声，可能是向书记在向咱们询问藏身地点的信号。给向书记发信号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千万不能发信号。你们可以派一个人把向怀忠给接过来，但是千万不能发这个信号。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呀？这道理很简单呀。如果我是叛徒的话，我就不怕你们发出信号，把我的同伙给引过来，把这个山洞给包围了。向书记，向书记，陈章。闺女，你到底是谁呀？娘，我是季文的媳妇儿。媳妇儿啊，这，来来来，吃饭吃饭。
刘继温，你个叛徒！你才是叛徒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向书记，你别着急，咱们处决刘继文之前，让他把话说完，否则，同志们心中会有疑惑。还有什么疑惑呀？心慈手软，必定会酿成大祸。不行，我非得先处决他不可。向书记，您先别着急，我们绝对不会心慈手软，只是给同志们一个交代嘛。你放心。那好吧。就让你当着大家伙的面，死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嗯，啊，好吃，吃饱了。哎，进门的屋在哪儿啊？那是我叔的房间。行，我去歇会儿去，累，累得我呀。哎呦，你慢慢吃啊，别管我了啊，我去躺一下。姑娘，你和纪文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也不清楚。既然你来了呢，就先住下吧，等他回来再说。好嘞，慢慢吃啊。让你去保定买枪，枪呢？钱呢？钱都让你给挥霍了吧？哼！抬进来，马上就让你看。快点！打开。看清楚了，都在这里。这枪你是从哪儿买的？我托朋友从保定买的。朋友是做什么的？国军的连副。至于我跟他什么关系，我以后再向你们解释。国军的连副，据我所知啊，保定周边的国军，他们使用的是德国制造的毛瑟98式步枪，以这种步枪相匹配的呢？也是德国制造的8×57 JS 型子弹，通俗点说，那种子弹头是尖的。而咱们看看向怀忠买回来的子弹，这头是圆的，这能说明什么？先给你讲讲枪吧。这个枪和德国造的毛瑟98式步枪外形非常的相似，但是它是国内仿造的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汉阳造或者是老套筒。中央军早就不使用这种枪了，而这种枪的使用者是石家庄周围的杂牌军和保安队。胡说八道！而且我没猜错的话，这种枪应该是你叛变之后从红二的手里拿过来，跑着来充数了，对吗？胡说八道！好，那我再问你啊，你去保定买枪，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呀？你去哪儿了？问得好，我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呢？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？现在你就可以大声地告诉同志们，你是如何带领的特务，在石家庄火车站来抓捕我的。同志们，我本来想得好好的，我在石家庄买完枪之后，在石家庄火车站接上他一起回到平山，可没想到。我差点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他弄死，幸亏我对站内的地形比较熟悉，我侥幸逃脱。可是他一路追杀呀，最后我冒死跳楼，我才躲过一劫。你说你去保定买枪了，然后呢，到石家庄火车站来接我，拿什么证明你去过保定？好，我马上就给你拿出证明来。同志们，我去保定买枪的时候是谢阳兄弟陪我一起去的，他可以为我作证。我刚去保定一开始非常不顺利，我就让谢阳兄弟先回平山了，并且还让他带回来了一些保定的土特产。过了几天，我又托人寄回来一封信，为了告诉同志们稍安勿躁啊，这人证物证都在，难道不足以证明吗？你寄回来一封信，对吗？是。大川，赶紧把那封信拿出来，我敢以项上人头担保，那信封上的邮戳一定不是保定的。儿子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你还是早点歇着吧。
小云和他说今晚应该是回不来了，再等等吧。果然邮戳不是保定的。这封信是我托人寄回来的，他们中间谁做了手脚我还真不清楚。江怀忠，你是叛徒的铁证，这就来了。哎，搜！他奶奶的！这叛徒啊，永远不会单独行动的，他们的同伙肯定就在附近，等待江怀忠的信号。这样，你们呢，可以到两公里以外任何一个地方。随便打两枪，看看会有什么人出现。果然是向怀忠。走。果然是向怀忠。啊！啊！你！啊！不许动！这么小的枪。给我看看，可以啊，向怀忠，这是1825年生产于美国的德林杰，刺杀林肯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枪。由于这种枪体积很小，便于携带，所以价格非常的昂贵，只有特工才能用得起的。向怀忠，黄逸轩给你这把枪的时候，没告诉你吗？这枪里边有两颗子弹，一颗要射向敌人，另一颗要留给自己。你现在是不是准备为党国杀身成仁了？姓刘的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也许忘了，我在军校上过军事培训班。江怀忠，没想到你真的叛变了，你太让我们失望。我没有办法，走，过去，滚！他毕竟当过我的书记。我实在是下不去这个手，郑云，交给你们吧。慕容姐姐，你还没睡呢，你是不是担心我哥啊？是啊，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你不用担心。我哥从来都没有在外面过过夜，他会回来的。再说了，他跟我叔在一块儿呢，不会有危险的。你快睡吧。让我代理书记。这书记的位置咱也不能空着呀，老刘。而且你最合适不过了，你就别再推辞了。没错，老刘，你所做的一切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了啊！上懂天文啊，下懂军事，对，就你当我们的领导，大家心服口服。行吧，那我就不推辞了，我暂时代理，等待组织安排。好，好啊。刘正云呢，嫉恶如仇，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。嗯，我建议党组织呢，吸收他为预备党员。我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。对，这可是个好苗子。对。急得你家住了啊！我找石头去。哎，这，嘿，哎，宋文忠，
我倒认为，虽然郑云的表现可圈可点，但是我觉得呢，他毕竟年轻，还需要多磨练磨练。这事儿可以暂时缓一缓。这样，先从这个入党积极分子开始。叔，行为住。他跑了。啊！叔，你可来了，你快看看婶儿吧，她快生了。别胡说，你们两个出去学习去啊，出去看书去，快去。去吧。嗯，没事了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你啊？想你啊，我来送上门给你当媳妇。你别胡说啊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？我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俩不是夫妻吗？你说我这是怎么回事？别闹啊！咱俩夫妻是假的呀，不是咱俩为了革命才成夫妻的，咱俩也没，不是，咱俩怎么可能出一大肚子呢？你这是，讨厌你！哎、怎么回事这？哎，你就别闹了，你赶紧回北平去吧你。不要误会，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江旭同志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对吧？为了革命，我可以牺牲生命，但是我不能把我的家人和妻子的性命也给搭进去。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花费心思了啊！不，你承认我可以是你的妻子了？怎么就你一个人觉悟高，不许我有觉悟吗？就许你干革命，不许我干革命了？你不是说这儿的革命技术好吗？我就要留在这儿，我不走了。咱们的游击队已经初步形成了，这个河北省委指示咱们看准时机展开武装暴动。太好了，那咱从哪方面展开呢？我想了想，我觉得咱们就从反严霸开始。已经通知琼仁会的弟兄们了，行动。哥，兄弟，我们是给土地老爷上供还愿的，这神灵不能得罪，是不是？我们马上就走，您通融一下啊，快点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马上就走啊！你们怎么这么坑人啊？我买三斤盐，回家邮过秤只有一斤半，快赔钱！秤是洪家定的，你是说洪家开店坑人吗？这可是，缺斤少两，也不能少一半啊！来人，给我打！干嘛干嘛？干嘛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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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！谢谢谢谢。你想干嘛呀？打抱不平。我的事你也敢管？不仅管了，我还得朝你借点东西。借什么？借盐，借米，借枪。就你们几个，还想在这儿闹事呢？滚滚滚滚滚！拿把假枪，你就想吓唬老子？看看这个假东西能不能把你脑袋打个血窟窿？哎，别，不就是借点东西吗？都在后院呢，我带您去。在哪儿？这儿。哎，都在这儿呢。
郑云，这么多盐。急子，追！抢盐了！抢盐了！抢盐了！快快快快！快追追！你去把梁兄的兄弟们都叫来，刚打了通知完的。啊！去马扎的粮库，走。快快进去，快进，快！乡亲们，快来呀，快来呀！开仓放粮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是红军，帮助穷人翻身来了。穷人会的兄弟们，扛粮日，来扛扛粮，粮日，快分粮日，兄弟们，快来分粮日。翻天了，快！这真是翻天了。粮食，拿好了粮食，拿好了传单，搬完粮食赶紧撤啊！赶紧回去吧，搬完粮食赶紧走。可是为咱们洪州镇出了一害呀！俺不就是被他害死的？他死也够狠的！二婶，那就是儿子吃小盐没了的那个。保安队来了！保安队来了！散了，散了！同志们。走，走。我觉得今天这个声东击西的打法挺好。以前陵县陵寿的慈玉暴动和高阳李县的高李暴动，都是因为正面去攻击保安部队，夺取枪支，损失太大。盐店、粮铺这一仗，我们彻底在老百姓心中播下了一颗革命的火种。我相信，他早晚会成为熊熊烈火。这个呀。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游击战，现在呢，日寇正在策划实施华北自治，华北危机，民族危亡，全国人民呢强烈的要求参加抗日，咱们平山游击队在太行山打响了第一枪，其影响呢还是很深远的，也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1937年7月7日。卢沟桥事件爆发，全国抗日战争由此开始。1937年9月，日军陆续攻陷保定、石家庄，很快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平山、井陉等太行山腹地。严长官早就注意你们了，严将军当然早就注意到我们了。河北方面绞杀我们时，你们晋绥军不是也配合他们在娘子关杀害了我们两个同志吗？话是有道理，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”，这种仇恨不是。现在国难当头，我认为呢，
咱们之前的仇恨可以暂时先放一放，只有一致对外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张参谋，你可以说说你们的条件。这还笑话？条件很简单，就是你们一定要成为晋绥军的一部分。大爷，这学校怎么空荡荡的了？日本人来了，停课了，都散伙了。那校长和老师去哪儿了？他们还能去哪儿？各回各家呗。可气！放开！放开我妈妈！放开我妈妈！儿子！都那可气！儿子，妈妈，快走！别家的！妈妈，抬高！儿子！儿子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中国人。严长官承诺，你们想扩充一个连，我们就供给你一个连；想扩充一个团，我们就给你供给一个团。装备和给养由我们来承担，但是你们的人事和作战指挥权必须由晋绥军负责。那我们要是不同意呢？刘先生在开玩笑吗？你是名校毕业，以你的智慧和见识，我相信你不会不同意的。看来你是吃定我们108支队了。年轻人啊，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怎么能说是吃定呢？这是京城团结，并力抗敌。哎，郑云，这样吧，张参谋，你们开的条件呢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回去以后，我马上会向上级汇报，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。那些军阀有哪个是好人的？有哪个不残害老百姓的？我孩子，小虎子，为什么惨死？还不是因为那些地主恶霸有军阀撑腰吗？今天要是投降阎锡山，成为迫害老百姓的军阀，我不同意，打死我都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如果咱们投降了阎锡山，那咱们在娘子关被害的两个同志，他们的家属会放过咱们吗？他们的阴魂会安宁吗？就是，这里血海深仇，说什么也不能忘了。对呀，我们这不能忘呢。是啊，坚决不同意。先不要说，刘书记。你想过没有，阎锡山收编咱们，他会把咱们当成自己人吗？
他不会，无非是拿咱们当炮灰，替他挡一挡日本鬼子的枪炮，替他流血牺牲。他居心险恶呀！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大家伙都想一想啊，如果我们跟鬼子拼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他严老先生会派兵救咱们吗？肯定不会，他很有可能在背后插咱们一刀。老刘，你是咱们的领导，我觉得你可千万不能把大家伙往虎口里送。 反正今天就是说破了天，我陈章不同意。如果非要投降阎锡山，我退出108指挥。那我也退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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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静，安静啊！都静一静，听我说两句。如果你们现在退出了，那就成了逃兵了。现在的态势再明显不过了。阎锡山在太行山的东线布置了大量的军队，如果我们同意被收编。 天边点点泪光，捧一把。